图，哦，图又来了，图好像是三次左右，真多次。哎呀，笔画少了，写实在不太好写。那见土儿儿儿，上面笔画小，撇过来以后，这边铺开，然后这边张开，张开一点再弹回来，产生一个逆势的感觉。不要忘了做尖尖的，会被还是以锋利为主啊。虽然照之前写的没有那么锋利，可是我觉得它还是有刻意保留一些会背的样子。锋利的样子，弱弱一个，两个肩膀稍微有点斜，三个，他那个弱写的很可爱，都是一些横画。这个挑的挑干嘛？挑了写这边了、啊，好，断了断就断嘛。哎呀，写魏碑真的是也有好处啊，哎，可以断来断去。所以如果连不起来写魏碑还真的不错，我这不是方法。不过原则上，在我觉得他们写魏碑的时候看起来虽然是断的，可是某种程度断的又不难看，算厉害。这笔啊，遇到断的时候感觉上应该像那个软骨弓啊，就是我肩可以错开，但应该不是像那个骨折啊。那书法家写的厉害的，断的就像那个软骨弓的，不是骨折啊。啊，所以这个中间有一个很巧妙的连接。那会写不会写，有时候看那个断也可以看得出来哈。断的好跟断的不好是有差，有的是看起来断，可是意思是连的；有人看起来是断，然后还真的断了啊，而且断的一塌糊涂。这个很难讲，微妙之处。送到底。春啊，第二个春，放了一个春，一样把前面三横写靠近一点。一般人都在第三横的时候写的太长了，太长的话就完蛋了。因为春想表现的其实是这个撇，这个撇，还加上这个捺啊、哦，这大鹏展翅的两个翅膀，左边一个翅膀，右边一个翅膀，然后春再塞进去。且凝结一点，不要被人家松掉，间隔距离不能差太多。春